ETC 记账卡和储值卡的区别。 ETC 属于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，那么 ETC 记账卡和储值卡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是扣费方式不同， ETC 记账卡主要是透支消费，车辆在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，系统根据通行记录在账户中扣除当次通行费，而 ETC 储值卡是系统直接从卡内扣除当次通行费。其次是预存通行费的方式不同， ETC 记账卡用户需在后台账户预存通行费，而 ETC 储值卡是用户需在卡内预存通行费。如果储值卡内没有钱，就不能通过 ETC 专用通道，需走人工通道。